哦，哪里？哦，东北的，沈阳的。哦，你也是东北的吗？也应该说是一半吧，是东北的。是哪？哪里？好啦，客人自己拿汤啦，自己要多少自己拿。哦，来来来，先吃。但是我们广东人喜欢先喝点汤。对，我就先喝点汤吧。我也先喝。随意吧。哦，那好，那好，我也先喝。汤勺呢？汤勺在这。哎，主人，你要愿意吃辣椒油，再放点辣椒油。主人，哎，不，汤勺是勺子。啊，汤勺。来，客人，客人，怎么这么大？还有吗？还有。那个小姐姐，他们过来，他们过来。我们也先喝点汤。哇，凯丽，这汤我要要你这个，这个什么？根据你的传统汤，要他的要他的 recipe 秘方，好多汤真好喝，这个蛮好。哎呀，凯里这个汤真是一绝，怪不得他们点这个汤。凯里这个汤真是一绝啊！上学还是就好像跟别人扎不到堆儿里头去，天天在家玩电脑。他没有习惯，他要是习惯了就好了。这个是对，让他们跳舞，他们俩跳挺好的。下次让他们给你女儿说她表演，表演了我就给她50块钱。她上台表演，我就给她。吃饭的时候就要照了吧。其实我还要带着吧，我就把沙发都挪走也，也没多大地儿，也跳不开。问题是周围学校不会，但是时间只能是正星期天。是啊，只能星期天下午。还有小孩有没有在一起玩？没办法。对。我们可以带吃的去，好不好？问题人家对，我就说这老麻烦太大了。房间呢？对对，叫房间。那你就跟教务员来的吧。上次那个两个，我们跳的，你跟教务员是没有关系的，要来吗？当然能要来的，我上次说了，你说我们每年给你们福利，他说了，他就说，你听我怎么说的啊？而且你要进去的时候我就说了，要表演。我说你知道吗？威乐为什么会今天存在这儿40年的历史？那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，因为好欠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小孩子的地方啊，就装修的特别好，他们都相信了，谢，都相信了，做的，所以说呢，一定要为我们那个创造历史。broken， 我那个地方就 broken 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哎，你们的电话怎么这么爱 broken？ 他说没有啊，你碰到什么硬的东西了在你包里？得了，我这都修第二次了，原来还修了一次，是吧 ？Seven 这个 problem 经常就是说好多人在 complain， 是吧？六都没有，就七开始坏，那个 home bar 的。就贵哦，结果后来没办法，我就download了一个 software 在那上面换，等了3个多小时，我今天等俩，换了整个 face 换掉了，哦，先等2个小时，收啊，当然收了，又收1个小时，将近200块钱，哇，他要钱了，我说 Apple 真贵，我包了一年多了，一年多了，免费维修的，我上周花钱一两万，可能是那种人。他去了就知道了，是的，那种很少，大部分都是说，哎呀，他们也是，对，然后我们又有那个旗袍舞，然后发好约员，我的工作就那个叫什么？那你先办公室，你就先找我合作，他让我去，他们叫我唱的，那你怎么会呢？业余爱好，自己摸的，对啊，自己摸就摸出来了，真的。我以前拉过，啊，露丝也会拉啊。哦，我以前会，现在不会，真的。Thank you.
下这个电话有微信的联系啊。好的，你们带着他们都要给你一个的。OK， 好吧，你们想玩这个，太棒了，很好啊，玩的很好，我感觉，我感觉，哇，有前景哦。你们要不要来试试？哎，你还真不错，来试试。哎，来，挺好的。还有暗的，对对对，是的，这个是敲响起，下回给你们弹暗的啊。的前身，实际上是我最早先钢琴没出来，扬琴，你看你把钢琴打开以后，哦、最早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扬琴嘛，在乐队中都是摆在最中间的，对，它是像指挥一样，你要特别好。我来玩，我来玩，来来来，玩玩玩玩。我第一，走这个，走这条音，这个记掉的是哆在这儿，哆来。咪发发拉西哆，啊，是练在这儿。哎呀，对，两个手就不听使唤的，不停的轮，好像为了弹到那个地方。对呀、啊。只能弹一个，哎呀，真的两个，太难了，难度太高了。它很轻哦，而且你要真的要掌握那个度，不太一样。但是我不能两个手，哎呀，你不能轻，不能平平哦，要特别要弹性那种的。哎呀，太难了，太难。不好学哈、哦，真反了。你反了，拿反了。哇，低音，低音，这是高音。啊，这边是高音。你的眷恋，我的情话。
快乐呀！不能拉，啊，就不能。好了好了，哇，还有还有表情基本功，对呀、啊，表情和基本功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我没有准备、哎。我那还有猜谜。猜说你准备一个什么？下一次。下次我表演两个。下次啊，哎呀，太紧张了。现在完全没准，我演完了。演完了，演完了。进来，我下一个口琴。过来点吧。还有谁？卢伊莎。卢伊莎。卢伊莎。我们就基本上就完了。好的，啊。OK， 我们分两组，分两组，然后他你做动作，他们猜，看他们猜得到吗？很简单，是吧？好，你做动作，你先做第一个动作，因为他抽，因为你这么排下来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你们抽一个，没有提示呀，没有提示，他看着成语，不能说话，不能说话，只是做动作，让我们看见，然后他能谁做动作？一个人做动作吧。啊，对，只有一个人做动作。啊 ，OK， 一个做吧，出来谁做动作？他们做，我来猜还是我们这一组？我们一组猜，我们一组猜。他你一个人做动作，你抽，然后他们做，我们猜，然后下一个做动，下一个做动作，我们做动作，你们可以看，你们可以看他们猜。OK。你刚才一样就看啊？对对。月亮耶。月亮，耶，四个字的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月圆，圆，月花，花好月圆，花好月圆，花好月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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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知道你的无双拳嘛，这个不好猜是吧 ？OK， 开始了啊 ！OK OK， 嗯，你们猜啊？啊，我们猜。你做动作啊？是什么？头昏脑胀。你去玩吧，头晕脑胀。头晕脑胀。头晕脑胀。头脑子。头。两前面两个字。哎哎哎！头晕。头晕。头昏。头昏。头昏眼花。眼花。头昏眼花不是头。头昏地转。目眩。地转。头晕目眩。不是。呀。心领神会，
心灵手巧。哎呀！你们好厉害啊！你来做一那个那个动作给他们做，对，把后面两个做，对，后面别动吗？啊，可以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可以可以。我刚才是这样的，他这样。我说了。这样的，对对对对。接近，这个有点很接近，这个接近，这个接近。可以可以。可是还是想不起来呀。这个是代表一个字，最后那个字啊，最后一个字，对，鸡鸣天下，这真是不太好，天下无敌，对对对，他这个挺对的，弯，天下弯腰，天下哪有天下弯呢？你们想想哪有天下弯？还有什么方法？对，去中国城，去中国城就知道了，天下为公，对。口舌，口舌，口舌，这个口舌再做第二个，做第二个动作。第三个字，第一个字，大口蚕叫叫。第二个字是口口，第一个是大口张口张口张口，好，张口结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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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呀，张口结舌。